有人对你指手画脚，谢谢他指教。如果他总看不见你的好，转身再走掉，一直以为两个地方吹掉会干掉，慢慢用心体会找人的能多跑掉。为什么总在别人觉得我好不好，得不到又很想要，难道靠祈祷？什么时候学会了对别人对不对？回去休息。这样吧，咱们把2022年的春节、元宵节、植树节、粽子节都祝他们快乐。祝大家所有节日都快乐。再一次掌声送给预言好不好？也祝福预言在未来的人生可以简单快乐。谢谢预言，来，请陆总休息，谢谢。来，我们继续，会吗？嗯，会的。那大家期待吗？期待。晚了，让预言先休息，一会儿再跟你们唱，好不好？来，再次掌声恭喜预言，请先落座休息，谢谢。